刘志汉案发现场，疑神一鬼快疯掉。我已经看到了，我跟你讲，而且那么明显，真的。我觉得他可能是他很可疑，但是我现在找不出疑点在哪里。我觉得错了。新人啊，骑到啊老鸟的头上。可是你知道那种四只眼睛跟两只眼睛的差别吗？那最后都撕掉了。周日晚间八点 ，Power 现场。